不过再怎么调查也都挽回不了死者性命。罹难者家属呢，下午前往了失事现场招魂，场面令人不舍。好，主播各位观众，就在刚刚1:30的时候呢，家属呢是带着这个亲人的衣物还有照片呢，是从 B 馆要前往到空难的现场进行招魂的仪式。不过呢，许多家属呢是泣不成声。我们来看一下稍早的画面。